秦梦秋，没想到是我吧？你知道我为什么变成这副鬼样子吗？这些都是拜你和周毅所赐啊！住手！周毅，你终于来了。方翠，你被邪骨蛊惑了，请放开他，我可以救你的。救我？五年前我被郭少从强暴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来救我？对，你在坐牢。 为了你的干妈，那我呢？我算什么？有在乎过我吗？就连那个陆悠悠也比我更重要，不是吗？我也想救你脱离苦海，但你自己做了选择。对，脱离苦海，郭少聪每日每夜的折磨，让我成为了一个人尽可欺的玩物。我原本已经选择认命，可为什么？ 为什么你还要回来毁了我的生活？我要带着这个满身是光环的女人。住手！是，我嫉妒她，我嫉妒她美貌，嫉妒她的纯洁，我嫉妒她能被那么多男人环绕。我更嫉妒的是，她有了我没有了她。方翠，你放开她，一切因我而起，和她无关啊。就是因你而起。 所以，我更要杀了他。我要让你的后半生都沉浸在无穷无尽的悔恨当中。<笑>周毅，不用了，他已经对我种下了邪蛊，不出一个月就会暴毙身亡，谁也救不了他。 周毅，这算是……孟秋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我都会救你。这位先生，请出示您的邀请函。哎，周毅，你有邀请函吗？就往里面进。二皇子邀请的不是世家名流，就是皇亲国戚。请问，你算哪一类？我就是没有邀请函。没有邀请函，你还敢往里进？你知不知道参加这龙凤宴献礼多少？ 至少1000万里进，我看你两手空空，穿着形似乞丐，能拿得出来吗？你不会是来骗吃骗喝的吧？那你还要等等，等到这宴会结束到后门，自然有人给你送过去。不过就是餐具差了点，就在泔水桶里吃啊。这位先生，如果你没有邀请函的话，那我就只能请你离开了。还跟他客气什么？直接轰走！我们这些世家子弟，怎么能和蟑螂一起共餐？这叫上流，懂吗你？我虽然没有邀请函，但我有这张卡，不知道有没有资格进。 不知道有没有资格进？大夏龙卡，哟，您当然有资格进。你没有搞错吧？这只是一张普通的信用卡，我神都银行少东家怎么没有听说过？我为皇家工作的时候，你们还在穿开裆裤呢。我说这张卡能进，它就能进，怎么？你想质疑我吗？没有，迎宾，只不过参加这龙凤宴要献礼，这一点你总不能给他开绿灯吧？所以你说。 吹牛也不怕吹上天，你这张卡要能刷出1000万，我刷1个亿。周先生，对不起，我刚刚不小心多按了一个零，给您刷了1个亿。什么？